样一点哦。来，没关系，我们再测一次，好，来，我们再测一次，好，来，爸爸，我们再来一次，好，三、二、一。五啊啦，今天五啊啦，来，一二九点四，恭喜四号爸爸，恭喜！我们紧接着邀请五号的妈妈，妈妈你讲哈，我要数三二一六号，给我来一个高雄人加薪哦哈，来，三二一，呵，我看麦哦，没卖哦，121.8，谢谢。紧接着我们邀请六号。各位爸爸，看起来胜算非常的大，来，我们一样三二一哈，三二一，高雄人要加薪！哇，男生果然有浑厚的嗓音，浑厚的嗓音，爸爸，你可能要跟我赶快，要细声一说话，不要跟中气较重一点。来，我们接下来再来一次哈，再测试一次，三二一，高雄人要加薪！哎。128.7，哇，爸爸非常的高分哎！来，接下来妈妈，哇，你现在是这样子，是预备要准备了哈。来，一样，三二一，哦，小小的声音也是非常的厉害，119，我们谢谢妈妈。紧接着最后一位了，我们的七号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男生。一样，三二一，要帮我到喊高雄人加薪哈，来，三二一，哇，120.3，哇，恭喜！现在呢，我们有我们的工作人员以及我们的甜心哈做准备，为我们今天的万元创业金的得奖来做。